12月18日晚, 甘肃省积石山县发生6.2级地震, 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灾情发生后, 台湾有关团体和人士通过各种形式向受灾同胞表达关心慰问。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12月26日, 也就昨天, 台商台企捐款4000多万元, 捐款捐物4000多万元人民币。 这再一次充分说明两岸一家亲, 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亲情是割不断、挡不住的。我们对台湾有关团体和人士以及广大台商台企给予的关心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